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，还好没被他拉中啊！这塞拉斯一来就要干我呀！把这个东西打爆，他现在血量已经被我压下去了。打一下 ，A 一下，没关系，就能跟他换，不要 A 多了。小兵先拉开小兵，然后上去补刀。他两级了，我们就要小心。打一下 ，A 一下，扭一下，扭一下，扭完之后跟他 A 一下 ，OK。这波换血就很舒服。你不要问为什么，问就是赚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他马上要死了，就是不要敲一会儿。你看，他肯定要用的一招，就是 W E， 你看他走进这个他的 W 范围里面的时候，你直接起控就行。他会用的一招的，90%的人会用的一招。哎呦，来嘛，多嘛，多了又得死。哎呦，平晚了，没关系，拍一下。好色，哎，平晚，本来他挨两下打个闪现，来又来了，你看又来了，又是这招，又死了。这他，我说真的不是啊，他老喜欢用那一招，就是 WE， 我不知道他老是学这一招，他只学会了这一招，然后他又要用那一招，打一下，拉过来，拉，打晕，真的 A 就行 ，A， 不要怕。哎，不要挂引来，先挂引来打一下 ，A 一下。他是想吸我，他先给我挂引来，想弄死我。这塞拉斯严查一下，等队友没来。没什么可以把你扣的。来扣。哎，不去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怎么下路混不下去了？下路混不下去了。啊，知道该怎么做。哇，他还是大人头，我靠！哎呀，我扣3、2、1。啊？有一下。你还不走是什么意思呀？哈哈，他还不走是什么意思呀？来，你去中路补一波，我来吃一波，我差点钱。哎呀，开听不懂，你这问号是什么意思？听不懂，我必须要给他吃了。你去中路吃一波嘛，没关系的，真的是。回家喽，哇！开，你看你去中路多好呀，能收人头，对不对？两趟攻占。哎，开！哎，我杀人说，开救一下，救我！顶他一下，差点给他顶死。哦，都得死。哦，都得死！哎，别把我控制！开追他！开他死定了！开追他！啊！扭一下，再推一下，太菜了！一股跑！对你没关系，我救你！我救你！嘿嘿，我救你！这波还好，我救你，不然你就把他劈死了！看，能偷我大招哎！哎，瞎子呢？瞎子人呢？哎呦，算了，我不杀他了，他有大招，你不开大是吧？对了，开大招了，我也开大招了。完了，先换一个，只能换一个，没办法了。你都忘了，不想走了。打完啊，直接秒。切！哎，走了，死不了。呵呵，我没死。先把他宰了，来打我。
批我第二天。你批什么要批？等我来。对。走吧，走吧。来，你批吧，我没电信，你把我批了。你跟着。他大招怎么不用啊？我操！他引魔刀啊！核弹。拆了，走了，拆了。哎，还秒不掉呢？哦，我没有推推棒，有推推棒还是能掉。哦，撇撇，漂亮！呼呼